在蝴蝶，很强哦。你们，我是不是追蝴蝶追得太入迷，所以跟大家走散了？我啊，怎么办？牛干散，牛干散，牛干散。阿迪古，你也来看七彩蝴蝶的吗？臭啊！但是我刚刚好像追蝴蝶追得太入迷，所以跟我的朋友走散了。有看到哪片油吗？阿迪古，你在说什么啦？我是在问你有没有看到我的朋友。哦，原来如此。请问你的朋友有什么特征吗？特征哦，他上到董哥，还有。你上都董哥，董哥，等等，阿弟古，董哥是哦，他没有拿一个蛋糕吗？这蛋糕不是啦，我是说他长得很高，你上都董哥，然后我们是四个人一起来的，你有看到吗？我刚刚好像看到一群人走过去，但我不知道是不是你朋友，我带你去看看。好，应该是，走，好，应该在那边。啊！终于找到你们了，阿弟姑，原来在这儿。真是的，找你找了好久哦。你到底跑到哪里去了？我们几乎啊，快把整个浩克森林搬过来了。海塞啦，我刚刚就一直追那个七彩蝴蝶，又追，就找不到你们了。好险，我有遇到懒羊羊精灵哦。哎呦，阿弟姑，你下次不可以再这样了，害我们很担心哎。对呀、啊，对了。那你在那边有没有看到七彩蝴蝶啊？我们在整个浩克森林都没找到哎。我有看到七彩蝴蝶，董强哦，你给片，给片，你是说在那边的意思吗？对。那赶快带我们去看。好，那我们一起去看七彩蝴蝶吧。耶，出发，走。哇，好美哦。想不到我们竟然可以看到这么美丽又难得一见的七彩蝴蝶。对啊，你们看，有奖哦，中奖！有看到哪片油吗？意思就是你有看到我的朋友吗？地上都懂狗，意思就是他长得很高。滴给片，意思就是在那边。今天故事里面的课语，各位有没有都学会啦？学会了，很强哦！三长一，冲冲冲，比到西游，比到东。Thank you.